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一月二十三号的公司暗时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来关心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点名台湾，也是国际反恐的新闻之。外交部强调，台湾加负责领导加艰难救助，无参与军事行动。交通部长陈建宇今天公开为消费提振办法，网络申请注册地点，或者嘛拍什么扩大办理。也接咱的选手许淑净，今天在世界锦标赛提得两面金牌、一面银牌，这嘛是第一遍提得世锦赛综合项目的金牌。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观光局最近开放将网络申请旅游大绑定的优惠，结果网站出错。交通部长陈建宇今天公开向民众解释嘞，行政院今天强调，因为民众的反应真好，在医生许可下，会使阁扩大办理。行政院明仔中昼会阁进一步讨论。为了振兴经济，行政已经推出八大消费提振方案来刺激消费。其中，观光局十号开放申请旅游大加主题乐园优惠，提供旅游大补助名额11.5万人，主题乐园优惠券40000张。结果，网站申请的人逼量到140万人，网站大宕机，引起民怨，只好宣布加码消除民怨。拜一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立委批评这政策上路是真凊彩，欠少配套。交通部长陈建武也公开道歉。这次民间会比较有抱怨的，大概就是在网络的这一部分，处理的过程里头确实比较短，时间比较短，这我承认确实。为了消除病患，行政院也强调，为今年度的学生弹性调度加码满足民众。拜日中昼也由副院长张善政举行跨部会议，进一步讨论细节。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短期措施，而且受限到这个今年的这个。的预算哦，所以尽可能会来弹性的这个加码哦，来满足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但是因为这个预算这个方面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限制哦，所以目前最后的决定是什么？还没有办法跟各位做详细的报告。因为昨天乐园加农机补助优惠都被抢了了，孙立群强调，这两项应该都会讨论是不是个加码，尽量满足民众需求。另外，这点家电部分也有希望来加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的 DNG 国路集团传出要买东森电视，因为集团的董事长夏文革出身中国解放军的家庭，外界质疑是中国资金要投资台湾媒体。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的副主委余孝成今天表示，目前还未收到申请的案件，也强调说中国的资金未使投资台湾媒体，若是收到申请案，会严格来审查。外媒报道，微商 DMG 国路集团将用6亿美金操作新台币193亿收买台湾东森电视。虽然传出是以美国 DMG 集团执行长丹密斯个人名义收买，但国际集团的董事长出身解放军家庭，也引发各界质疑是中资插手台湾媒体。报纸都在登啊，东森电视是卖给这个董事长叫夏文革的。是来自中国大陆，大家在疑虑是不是有中资的问题。申请案并没有送进本会，本会当接到这个申请案的时候，一定会依据相关法令去严格审查。一位批评 DMG 媒体创办人已经申请美属性，一个讲中国的关系会影响到在台投资。NCC 官员是证实 DMG 在一个月进行有来拜会，询问外资入股的相关规定。他就很有信心的说，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不会构成这样一个投资的障碍。你们到底跟人家谈什么啊？只了解国内对于这个外资如果来入股我们的频道事业的时候，应该遵守哪些规定而已。NCC 强调，目前也不知道 DMG 是用什么名义提出申请，但过任何中国大陆的资金都不能投资台湾媒体。未来确实送件经济部道审会会严格审查股东成分和股权的结构， NCC 也严格把关。记者综合报道。事实上，外资有可能会透过人头私募基金等方式来买，敢有中资空间嘛？无一定猜出来。这几年来，传出中国资金想要来台湾投资媒体案件未少，学者认为，限制跨国资本投资媒体，定出如何分开规范，才是解决纷争的办法。传出中国资金背景的财团拍算要买台湾媒体，已经不是第一遍。在2008年，旺旺集团并购中国时报、中天电视跟中视，集团在中国做生意，也被怀疑有中资的介入，引起社会议论，学者专家大动作的抗议，烦恼会造成台湾的新闻垄断，妨碍新闻自由。
2009年 NCC 七项附带条件各四项改善的事项，有条件通过一个修改案，后来的中加网络与传媒案件嘛，拢发生真侪相关的问题。即届外资准备要买东森，有学者嘛烦恼，背后更是有中资，嘛不一定查得出。他可以透过人头或者是离岸的公司的安排，甚至是透过私募基金背后的股权，事实上是很不透明的。如果想要进来买，总是会找得到方法。美国 DNG 集团若是决定要买东森，因为集团是外资，需要向经济部投审会送件申请。因为中国资金未使投资台湾媒体，所以若是有查出中国资金，就会马上被好管；若是无中资，就会转予相关的主管机关来进行审查。NCC 会以卫星广播电视法对外资敢有超过五成、东正军条款等等的法律来做审查，卖上公平会看到垄断市场。除了说在投审会还有到主管机关 NCC 的审查的时候，可能要更审慎，包括召开听证，而且要求他切结跟具体的承诺。学者强调，台湾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且台湾的法规对外国人投资媒体的限制真宽松，真歹防范中资在内的跨国资本来投资台湾的媒体。经济部 NCC 等机关应该重新来检讨法规，才会当真正落实保障台湾的言论自由，媒体的环境未去受到不当的操控跟干扰。记者陈淑君、陈立峰台北报道。来关心新北市的泰山区，昨天早起11:00发生直升机准备要升高压顶头，摔滑落来的意外，有两个人死亡。今仔早起，飞安会人员前往现场，把飞行机的残骸调出来，要带回去调查，厘清事故的原因。吊车把摔下去的直升机慢慢地放下来。昨早起，林天航空公司直升机在升高压顶头时阵，无顺利摔伫咧新北市泰山区。造成机顶两个人死亡，飞安会人员今日到现场进行调查。现场啊，还有很多这个断掉的那个电缆线啊，因为我们要为了这个收证，所以要把这个电缆线的剪下来，拿回我们的会员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工作。直升机下来了，规个变形，散伫咧50公里宽的范围，一个一挂掉伫咧树枝顶头、石头之间。因为飞机顶无卧啊，所以失事的原因，这个人透过目击者的讲法，一个飞安会所收集的资讯来调查。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证据通通收集完成以后，再做分析，可能要花个一个月的时间吧。李连正介绍，今天的告诉发现场交魂，出来人是靠家徛未在，就要亲手擦掉的。飞安会讲，出来来一架涉害飞机送到林天航空的空地啊。继续采证调查，希望赶紧厘清案情，和家属一个交代。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在马来西亚的当协峰会，针对反恐议题表示，全球大约65个国家参与对抗伊斯兰国的联盟，台湾也是成员之一。国内有民众烦恼，敢会因为安尼受到伊斯兰国恐怖攻击？外交部今仔是表示，咱国在国际反恐合作方面，主要是负责领导跟救援救助的角色，并无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当协峰会，举行记者会，表示过去一年外以来，美国成立并且领导对抗伊斯兰国的联盟，全世界差不多是65个国家来参加，其中嘛包括着咱台湾。Many of our partners in the Asia Pacific that are members of our coalition against ISIL, Australia, Canada, Japan, Malaysia, New Zealand,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外交部表示感谢奥巴马的肯定，不过嘛强调，咱在国际反恐合作部分是扮演领导、援助以及救援救助的角色，并无来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我们没有参与任何军事的合作方案。对于奥巴马总统肯定我国对国际人道援助的贡献呢，外交部表示感谢。国内不少学者对着外交部的警讯回应是表示肯定，因为最近的法国巴黎恐怖攻击以及俄罗斯飞行机扣人扣炸弹引起着空难，拢可能跟法国啊个俄罗斯对着伊斯兰国的空袭有关系。尤其今年初，伊斯兰国推特摆来扣一张，疑似是咱台北120大楼受到攻击的图，一图是来刺激着国内对着恐怖攻击的敏感神经，所以学者是认为咱在反恐议题部分要来特别谨慎来做应对。审慎是绝对必要的。那至于说要不要切割，会不会避免这个恐怖攻击啊？我相信，既然已经被列为这个反恐的这个联盟啊，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是大家都会有问题，在这个安全的准备上面要有不同的这个心态，要提升，更加注意这个国境的安全。
根据了解，即马过来反恐机制是由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来主导，关局针对情报来做研判，而且依照行政院国土安全应变机制，针对无同的状况来执行各项的应应措施。记者张志雄、吴家宝台北报道。巴黎的恐怖攻击事件发生了，反恐对策受到各国愈来愈多的重视。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昨昏参加东协峰会，就宣布讲日本会甲华府县国际反恐情报小组的成立日期，为明年的四月提早到后个月初。要唔过今仔早起，东京的靖国神社就传出爆炸的事件。靖国神社南门外口的靖国大道路边，有真侪消防车甲警车，现场是真紧张。在对南门入去无外远的大埔便所，天棚被炸出一个差不多30公分宽的大坑。另外，警方在咧现场也阁发现其他的爆炸物。东京都警视厅的处理小组也奉命赶来，因为二三是日本神道的重要祭典甲固定假日，来参拜人真多，所以警方民众拢真紧张。バンという音は聞こえたような気もしましたけど、一斉に救急車、消防車が来て、あとは多分消防庁でしょうかね。就讲嫌犯是安怎闪过，伫每天下昼5点到隔天工早起6点的门禁期间来放定时炸弹，犯案的过程甲动机，警方也搁伫咧调查。伫咧巴黎恐怖攻击了后，传出这种案件，所以和反恐议题又搁受到日本社会的重视。情報収集のための新たなチーム、国際テロ情報収集ユニットを来月上旬にも設置をいたします。日本本身的反恐武装部队在陆海空自卫队也有海上保安厅拢有，严格这个国际恐怖活动情报收集小组是被设置在外部性质下，也就是透过外交管道加其他国家交换恐怖组织的情报。这是因为包括日本人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掠去杀害，原定明年四月，也就是新的会计年度才要成立，来迎接5月份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因故因为巴黎恐怖攻击，将设立的日期提前到今年12月。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欧洲佮西非汇油供应上过侪，国际原油市场失调的影响，中油调降油价，创下最近7年来上低哦。因为油价影响着物价，第3年前油电拢起的时阵，物价是起真侪，即马油价已经落真侪咯，也毋过物件煞无啥可能会落价。滚咖米米米的红豆啊，搁再配芋泥圆啊。天气热冷的时阵，小小一碗啉落去是来真舒适。盐果原物料的成本一直伫咧起，业者心内真痛。白木耳最近涨得太多了，比如一斤买300块买得到，现在一斤要380。如果真的做不下去的话，就只好收起来了。受到澳洲跟西非汇油供应伤过侪，国际原油市场公司因为失调的影响，自8月透早0点开始调降各种汽油的价格，每公升0.7。各种柴油每公升降0.8，油价创7年新低。不过因为原油交易拢是用美金来算，就美金如果是看作流动大宗物资计价的火车头，所以伫2008、2012油电相起时阵，油价一起，物价也跌起，带动着国际大宗物资的行情。咖啡其实它是一个期货，是一个上上下下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变动，那我们就会以长约来做制定制衡，也就是说不管它的涨幅或跌幅，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影响，我们就稳定的价格。这么油价搬到近7年来新低，消费物价是无跌降，或者讲因为物价好起歹降有强国性，只要有消费者愿意买，卖方能够卖得出去，它的价格均衡价格就会在那个位置，所以目前的物价相对其他的国家比起来的话，台湾的物价上涨的其实还并不是很高。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它的物价上是2位数的上涨。或者讲，介绍是每位双方同意的介绍，厂商会追求上大利润，买降价也是有消费者的买。就算是主管机关车业者临价比协调，物价也是真歹主动随着市场的机制降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经济嘛大热哦，顶礼拜每盎司是1065美金，创历年来的上新低哦。为2011年经济历史上贵1920美金来看，目前央行都比黄金的市价已经损失大约3800亿了。这一条的价格现在是八万九，以上礼拜来讲的话，这条要到九万。
差不多一礼拜，金价差了得要6000块，未少人赚到国际金价大浪，进场抢手买黄金。感觉现在金价比较便宜啊，所以想来挑一挑要送爸爸的手链。30天国际金价顶礼拜六上向一盎司来到1065块，是两年来新低，金价位置从一年上悬到即马已经落了40%。以央行有1362万盎司，都比黄金来看，当时成本每盎司400美金，换即马目前时值只剩145亿美金。央行近期的金价已经消失了116亿美金，合新台币差不多是3800亿。大家认为说，美国今年看起来第四季升息的几率非常大，撤资会回到美国，因为黄金的投资它本身是没有利息的。好，那所以整个金价就比较有大幅的下跌，那反转。美国升利息影响加上油价继续落，影响到金价，金融业预期国际金价也会继续跌，可能会到1050块的美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六股的新威、新兴、新寮三里的居民，过去都是用自来水公司抽的地下水，后来莫拉克洪灾破坏当地水源，水井无水了，水公司只好以老农溪的水哦作为当地人的自来水。也毋过居民是反映讲水真热，有一挂人甚至会过敏。自来水公司表示会赶紧来规划一座有过滤净水功能的水池。八八洪灾已经过7天啊，淹过伫咧高雄六区，也是有2400多位的居民过着敢那灾民同款的生活。会使啉无？袂使。为虾米？拢足热啊！啊，这辛苦说咧嘛，怪怪啊。安怎讲怪怪？啊，咕咕啦，这号咕咕啦。八八洪灾之前，六区的新规新兴新寮三地的居民所使用的自来水，拢是水公司伫当地抽的地下水。目前来讲，莫拉克洪灾破坏水源，水井无水，水公司就因老农溪溪水入去抽水池做居民的自来水资源。淹过抽水池一边是大车路无隔离设施，另外一边是棒球场的草埔啊，有农药的问题。居民也讲，水池的水质正弱，有人洗身躯也过会过敏，更加免讲摕来啉。我们缴水费都是一样这样缴，别地方高雄市也这样缴，台北市这样缴，我们这边的价钱也都是一样。我们跟他们反映的时候，这个主任已经第四任了，每任主任来，他说就要做个过滤池给我们，每个都讲，到现在都是跳票。省委李长讲，自来水水质歹，村内边只冒三个水站，地主自来水公司美东营业所回应讲，会赶紧规划一座有过滤、坐地功能的抽水池。改善当地居民饮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买中古车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高雄市警方查到桃园一间地下的台肉工厂，专门买一挂有事故的车来改造柴拉车，改沿用个车身的号码，设定5年内底新车免验车的空棒哦。为民国92年到现在，至少赚9000万咯。去年大东关南回公路顶关发生严重死亡车祸，2死7伤，两台车也害得真严重，应该无法度搁开。不过警方查询警政系统资料库时，却发现黑色的修理车竟然已经办理过户，而且还搁在走，相当可疑。进一步追查发现，车主是向桃园一间汽车保养厂所买的。低价收购来的事故车辆哈，在其中他们的，比如车身很杆啊哈，还有引擎那边的这个。这个车身号码哈，重新切割下来，然后贴在这个失窃的赃车上面，然后来进行贩售。原来这间保养厂无照经营，以汽车材料商行为掩护，专门以较少介绍收买事故车，尤其是五年内底新车干了站换牌，唔免验车劳动，进行肇事还魂来赚钱。另外，警方搜查发现一个变做引擎号码工具，和叉车沿街头换边出现的市面上，曾经过货车高达477台。你购买到这些车辆哈，你可以到你自己认识的一些保养厂哈，请他帮您检视这个车身号码哈，有没有重新焊接过的痕迹。警方指出，一般人无可能知影中古车是不是被动过卡手，建议用请专业技师到三江确认，避免自身权益受损。警方也继续追查是不是有更加多人受害。而经营这间保养厂的涉嫌嫌犯被依诈欺、赃物、伪造文书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好消息，在去年林川奥运打破世界纪录的亚洲男选手许淑净，今仔在美国休斯顿举行2015年世界亚当锦标赛哦，女子53公斤的比赛，伊亚季96公斤，天季125公斤，拢总221公斤，得到2面金牌、1面银牌的好成绩，这嘛是许淑净第一本摕到世锦赛综合项目的金牌。
戴着红色的发圈，甲头装白料罐罐，徐淑静徛电柜，一时啊，就甲超过体重两倍重的杠铃抓起来，刷下来个大力一寸，125公斤的罐罐伫头壳顶，顶刷一小步，马上就来稳调的，甲杠铃弹来了后，伊也双手来庆祝胜利。现场的观众是扑克声不断，见证伊的生涯第一届二世界金票赛大厦综合项目的金牌。2019基当金票赛在美国休斯顿举行，许淑静参加女子53公斤级，离台湾时间透早5点进行。一开始抓举，许淑静其实领也96公斤，足足比中国选手陈小婷减5公斤。到停举时阵，许淑静大了一寸，个人是压出125公斤，对平输给中国选手的5公斤。最后，许淑静以体重比人轻0.17公斤来打败对手。来到现场替中华队加油的侨胞，提着小国旗替许淑静赞声。最后许淑静交出挺举总和2金，抓举一银的好成绩。这届世锦赛嘛，关系到2016里约奥运资格赛。那2014、2015两届世锦赛，团体积分已经高名，就当摕到40个二分参赛门票。记者综合报道。卢比投手陈伟英今仔透早回国，有900位球迷到现场接机。陈伟英表示，回来台湾心情是真欢喜。下晡伊嘛宣布成立公益信托希望基金，甲原本的棒球将学金额扩大回馈到动物保护跟儿童福利。今年陈伟英甲精英的合约到期哦，成为自由球员，未来会家里对一对外界拢是真关心。透早得要6点班机，陈伟英登个台湾咯，伊伫机场送出亲笔签名球，这位为故乡来接机的球迷抽到真欢喜。去年也有来这样子，所以觉得很开心，然后很兴奋，开心都快要哭了。陈伟英今年得到11胜的好成绩，也甲金英结束4年合约，替大联盟首度成为自由球员。外国媒体认为陈伟英至少达2500亿新台币的合约，目前到底要去到位，各界拢在摇。陈伟英讲，今年对伊来讲是真重要的一年。今年大致上都感觉还不错，然后。季初的设定可能差一点点就可以达成啊，比较遗憾是在这边啊，但是整体上面感觉都很好，那也是感觉就是学习到蛮多东西，也是蛮充分的一年这样子。目前传出杨志兰、鸟皇家等队拢对伊感觉兴趣，伊讲就交予经纪公司处理。23号下晡也正式成立陈伟英公益信托希望基金，将今年棒球奖学金扩大回馈，对了鼓励基层棒球教育，也扩大到动物保护加儿童福利。借由这个抛砖引玉的方式，然后来帮助更多更多的一些弱势的地方。伊表示，透过基金成立，希望因号召社会大众关怀弱势，而嘛有更加多资源捐赠给需要的团体。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正进行第5届区议会选举，是去年雨伞运动发生了第一场的大型选举。今天公布投票结果，亲政府的建制派是处是比泛民主派较侪，有55位参加过雨伞运动的候选人，其中有8人有选掉。这场雨伞运动了第一场全香港性的选举，18个选区总共900人要竞选431个开放民选的席次。亲政府的建制派政党摕到199席。换民主派得到106席，55位不参加过占中雨伞运动，被外界打成伞兵标签的候选人，有8人当选。另外一个让人意外是，亲像民主党前主席何俊麟、民主民生协进会立法会议员彭剑基这种的民主派老将意外落选。People live in this community. There are a lot of old people here. It's not easy to teach them democracy, but maybe I can teach the young people first.Or the middle-aged people first. 四年一遍的香港地方性选举，选情一向拢正定。不过今年投票进行一礼拜，气氛突然间热烈，估计投票率到47%，唔那比去年高出6个百分点，也创下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以来新高。The results this time shows that the umbrella soldiers reflect the intention or the wishes of the youngster. Yeah.So I think Beijing is worried that the effect of the umbrella soldiers will continue, well, or expand, well, at the long run, will influence
the election in the future。香港行政长官廖定英讲，这边选举投票率创新高，说明市民是愈来愈重视区议会功能甲作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甲行政学系主任马华接受 BBC 访问，和这场选举下一个定论是，这反映出占中了香港人政治参与程度的提升，也有选民对政治信任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高26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高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28度。华东地区上低18度，上高26度。新闻的最后，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看盛世，生得真欢喜的北极熊。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暗时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我还要养小孩，即将面临的是要改做2-2，这样公司变更，一个月薪水就少了1-2万元不等。我没有钱，我对国家打击。我都正做事，啊，车也未接进，啊，正干嘛买也未接进，哦，啊，要种菜啊，拢有你栽啊。下三个是介11到19的中间，大致上它还是有一些。不管他的职业，或是这个长期的食用某些这个，含有铅的一些这个，我们举例就是不明来源的中草药，他就很有信心的说，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不会构成这样一个投资的障碍。只了解国内对于这个外资如果来入股我们的频道事业的时候，应该遵守哪些规定呢？讲到歌喉又没有遗传到我，啊，脾气又这么坏，那你光跳舞能够当明星赚钱？你只看到他的微笑，其他什么都不了解，你这样真的不行啦！都偷看多久了？都要毕业了还不冲？你要不要干脆自爆算了？冲什么冲？我又不认识他。讲到重点，你不去认识他，当然什么都不知道啊。他是阿克，嗨阿克，我想起大家好，我叫铁男，我是阿克的小学同学兼拜访。我的15分钟，请锁定公视频道。在结婚前，我是有慎重考虑一下，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太切实际，不是我理想的对象的类型。他其实都很坦白跟我说，很多决定我基本上我都还是很尊重他为主。我其实一度有点想放弃，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好像比较自由自在，不一定要婚姻生活。爱的万物论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好好看看我。